正被诸神守护着，我们只能等着摩甘娜把他们的神打垮。可是摩甘娜根本不和我们好好的配合，她始终认为自己是宇宙的恶魔之王。我们只要认她为女王就可以了。对，女王就可以，咱们不是还可以出个男王吗？啊？对呀、啊，这是个课题呀、啊。不要把摩甘娜想得那么简单，她可是我神卡尔的旧友，同时代的神。现在对魔王摩甘娜还得供着，直到我神卡尔赐予我们更高的力量。女王，不会吧？感冒？什么感冒？某个臭小子在背后歪歪我呢。从两个月前开始，太阳系外围就被无数个黑点慢慢包围，而从空间站传来的图片，它们形成机械飞行器的形状，我们推测仍然是宇宙飞船。不过现在它们并没有积极冒进，一直在摆开阵型，我们现有的侦察手段也无法侦测到那个位置，只能根据有限的空间站照片来判断。而且它们数量庞大，之前在天河市上空一共只出现了3艘飞船，全球范围内也只出现了7艘，而这一次可观测到的就已经超过200艘。那他们在畏惧什么？熊兵连吗？不是，黄村事件表明他们畏惧的不单是熊兵连，更多的可能是被称之为恶魔之王的莫甘娜。这是一个宇宙极端邪恶组织，传播堕落自由的极端思想，而且极力仇视正义主张。地球面临着两个宇宙势力的危险，而且可能还形成互相的牵制，完全有这个可能。可是他们双方如果都是如此的强大，地球就算被波及也会很危险。恐怕是的。你们得积极想办法，你们幸运地拥有了熊兵连，而我们的仇恨人联盟却正在遭受打击。熊兵连有自己的问题。现在熊兵连那边什么情况？雷娜的孩子还很不稳定，一念天堂，一念地狱。真真的，哎，那仇恨人联盟啊，接连被暗杀了。我靠，谁干的？我看过资料啊，有一幸存者说，本来绝对安全封闭的房间，忽然背后就出现了一个黑乎乎的恶魔，说是啊，基本上刀枪不入啊，然后一击毙命。还有一些说是那个不知道哪儿就飞了一颗子弹，直接爆头。哇塞！研究了一下，专家研究了一下，子弹是弑神一号。你看看，麒麟那个不是那联盟不是瞬间瓦解？瞬间瓦解。根本没人敢冒头了，没人敢组织发言，一个接一个的被狙击呀、啊！哎呀，太吓人了！不会轮到咱们吧？咱们好像也没有应对这种攻击的办法吧？我靠！我不是跟你，哎，我都想回家了，真的。哎，你们看，雷娜和小红要打起来了！哇塞，这是你死我活呀！天地都变色了！不对，不对，这咋回事儿？有强大的气压过来。巨侠号上空出现不明能量，请所有单位进入战备状态。所有单位进入战备状态。一大群金发美女忽然就降临到了巨侠号上空，一点预兆都没有。我们号称强大的军事卫星德诺三号全球侦测反侦测系统根本没起作用，他们长着白色翅膀，剑拔弩张，高高在上，令人反感，看起来应该就是所谓的天使。我曾有过片刻对天使之心的感受，但现在却怎么也好感不起来。哦，这不是战争狂人杜卡奥吗？见到你之后好像全部的事情就都明白了。你是神圣凯莎，你们到地球来做什么？给我一分钟来读一读地球。挺漂亮的世界。你们到底想怎样？到处都是战争，这
整个历史都是战争，战争，战争，死亡，死亡，死亡。难怪死神卡尔对你们感兴趣。你们不就是为战争而来吗？为战争而来，高估自己了吧？我们犯不着用战争来跟你们扯淡。我靠，这种高高在上的老女人样子我真不爽。首长，我能代表自己说几句吗？可以。喂，坐沙发那个，年纪大的，你干嘛呀你？哟，这就是言和之礼，就这么个小不点啊？喂，谈判得有谈判的样子。谈什么判？与你通话完毕，杜卡奥。报告女王，捕捉到了莫甘娜的具体位置，但是不确定是否升级到第四代神体。如果现在执行满威力天刃审判，有可能将莫甘娜再度击溃，但是会伤及地球居民。嗯，选择权可以交给人类自己吗？你们阻止不了天使对恶魔的审判，也不应该阻止。葛小伦，你是银河之力的继承者，未来的神，你应该学习如何像神一样来做出选择了。我不知道他为何让我选择，为了挑起我们的内讧吗？我不会选择，也无权选择。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我说可以打，他们是否真的会打？如果天使认为我一个毛头小孩的判断是可信的，那么天使就不是我们津津乐道的天使，反而更像是恶魔。女王，神圣凯莎又追杀过来了，并且已经降临在华夏南海舰队的上空。哼，这群 bitch， 好像已知宇宙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他们的眼线。女王，神圣凯莎已经瞄准了我们，准备发动天刃审判。这么紧急，赶紧开到巨侠室上空，紧贴地面，地球文明会阻止他们的。然后，你们再计算一个安全的位置。百万人将丧生，早点做决定吧，银河之力。小伦，不要同意，把命运交还给国家。您是首长，我听您的命令。好，聂风，先启动三段式神作战。啥？先把小伦雷纳流传送上去。莫甘娜是已知宇宙最大的邪恶，100万人类的生命我们表示很遗憾，感谢他们为消灭最终邪恶付出的牺牲。小伦，赶紧做决定吧。哼，神圣凯莎，你这个 bitch， 满宇宙追着给我们定罪，因为他编出了一种所谓的秩序，叫正义秩序，那是一个由凯莎一个人做出判断，那是神的判断，神的判断。神的判断就可以牺牲无数人，因为你就可以牺牲无数人的制度，美其名曰。不要在这里大放厥词。美其名曰正义就是正义，听我说，即便由神决定，你先听我说，那也是正义。
你他妈先听我说 ，bitch！ 地球很美，我喜欢这里。你滚出去！我要为地球的自由与你奋战到底。简直风不可耐！这位是极端邪恶的魔鬼，全宇宙得而诛之。为什么我说神就不该跟凡人交流？一旦有了交流，凡人就会看到神感性的一面，就会去思考对错，以至于连正义这样的信念也能被怀疑。这就是莫甘娜的邪恶理念。如果我想消灭莫甘娜，可以直接从天一道霹雳，这叫天意。现在我坐在这里问你们同不同意，就成了独裁。可是你在我眼里就是个 bitch， 不是个天，更没有意。那么，就交给你们地球人自己选择。我曾看到天河市上空的一片火海，我想象到未来战争的残酷。神和鬼同时来到这世界，我不知道该信谁，但凡人必将遭殃，这是一个死局。报告首长，最高司令部的电话。首长，我是杜考。小杜啊，雷利是中央司令部组出的最高指使，无论明天战争是否到来，死亡是否到来，末日是否到来，人民军队永远不会背叛人民，永远不会拿人民的生命做交易。我们一起面对黑暗，一起抗争，患难与共。是，坚决执行中央司令部的命令。雄兵连，准备开战。女王，他们的政府和人民内心充满正义，只是他们感知不到天使的存在。我们的正义是站在宇宙的高度，他们的正义是站在和谐文明普通生命的高度。这个世界是对的，他们值得天使庇护。准备面临灭顶之灾吧。还有你，葛小伦，用着天使的东西来反对我，进了你的。你们觉得那个银河之力怎么样？简直像个傻缺。哎，你怎么能这么说燕姐的未来？她是未来，哼，燕的未来一片黑暗呢。对待一个新的男神需要有耐心，我已经在位3万年了。燕，你要庇护好费雷泽的艾尼西德，等他成为天使之后辅佐他，直到他成为新的王，然后大家就可以安心地离开军团，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做任何想做的事情。可我还想一直跟在您身边，那样总有一天会被战死。最好不过，我希望啊，是无数个邪恶的男性恶魔，像恶虎扑食一样扑向我，我站在他们的尸体堆上奋力一搏，口中喊着“正义必胜”，美丽的身躯屹立不倒。哎，想多了，大多数时候死的都不大好看。哼，跟你一起出任务，我就没好看了。不过，地球人的抉择意味着我们又要搭上很多年轻战士们尊贵的生命。为正义，死不足惜。